单身。去哪里？给个面子！欢迎我的阿姨蔡依林。你才阿姨啊 ！Hello。哇哦！金光闪闪啊！配合你啊，真的是，果然我们是好姐妹，是姐的吉祥。是的，话说我一通电话告诉她请当我嘉宾，她说是的，姐姐您说的都是，因为我是恶毒的姐姐。真的很开心，但是我们在瞧这一次的表演，其实有遇到很多的状况。嗯，因为她是处女座的，她很坚持她的表演。那我狮子座的呢，我也很坚持我的表演，所以呢，他有他的想法，我有我的想法，然后呢，每天都靠那 APP 一直在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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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三更半夜，小猪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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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到后来呢，我们就延伸出来这个样的一个表演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你要的。哎，对的。对。哎，什么我要的？没有啦，就是因为这是你的场子，然后你有很多的想法，因为我看。在后台有看，其实你有很多舞蹈的东西是你自己一直很想表现的。是，对。讲话那么客套吗？就拿出你试一下的本性就好了。你有这么温柔？我没有，我很客气啊。你有这么温柔吗？有。你没有这么来互扯头发来啊？互扯头发，你不是跟我扯头发？来啊，扯头发，让你扯啊。他现在很装，他在嘿嘿嘿嘿。他试一下说：“你刚刚说什么？他试一下是这样子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他刚刚握拳头，他这样，哎、欸，他脸哦，他刚刚这样看我，对不对？他这一边的脸这样，对啊，他已经练成了一半不笑，一半要笑这样，对啊，我完蛋了，不会啊，因为很久没有跟你同台了，对不对？多久？有至少五年吧。七年，我们有这么久没有同台表演？对。哇哦！所以七年，但是这七年当中，你也当过很多人的嘉宾啊，对不对？潘玮柏。啊，对。还有那个。能不能给我一份给我时间？一个吻。再见，你流我的眼泪。哎，你都有记谁？哎，我看舞蹈一看就会很高。哇！是不是？对。但是很开心，因为呢，我跟他呢，手给我，你这样不给我面子呢？因为呢，我们是真的很好的姐妹哦。是。然后我们从年轻到现在都一直互相的扶持，然后一直为对方打拼，然后一直对对方加油。那今天很开心他可以当我的嘉宾，然后我也很感动可以认识到这样一个朋友，因为在演艺圈真的要认识一个可以互相扶持的，虽然我们算是私底下很不熟的朋友，因为我们私底下真的没有什么交集。也没有，因为你很难约啊。你没约，你有约过我吗？啊，是因为我们都是女人的聚会啊。我也是女人啊，你干嘛？你都叫我姐姐了。好啦，那你有没有检查、啊？你看，有没有？不是叫你摸这哦。今天你妈妈有来，不要闹。哦，好啦。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觉得真的很感谢她，
我们再一次给他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也希望呢，蔡依林之后的演唱会可以继续找我来当观众就可以了。我会来看。对，他超贴心的。我在后台，然后这边等他，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拥抱。差点被赶走，因为他我那时候头发是要散的，没人知道我是谁。然后他里面谁呀、啊？走开！然后就啊，小猪这样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快要冷场了。好。因为我今天没有讲什么话吗？能不能讲相声呢？相声。你现在讲啊，你想讲什么？有没有什么心事？还是换电话号码？要搬家？有没有什么话跟大家说的？没有，就是非常谢谢大家，就是很。没有内容吗你？我还没讲完呢、欸。很支持他，然后希望你们都可以，希望他赶快找到女朋友，对不对？哦、然后赶快生个小孩。那、你找到了吗？哈？你找到了吗？下去了，拜拜。你找到男朋友了吗？你找到男朋友，拜拜拜拜。你找到男朋友了吗？啊？拜拜，找到男朋友没有？是不是？来亲一下，亲一下，亲，亲一下，亲一下。你不要一直躲嘛！哎哎哎，静一下嘛，静一下。你干嘛一直躲嘞？